那这个案子呢，我们就称它叫咸菜瓮。咸菜瓮就是关西的好地名嘛，对不对？啊，那我们不是只有东山啊，所以我们希望把视野放远一点，帮整个关西镇来做一些事情，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啊。那以一个游子回乡的一个心境来写这个计划，因为我离开东山社区已经30年了啊，离开30年我才回到东山社区。我说我回来就像我在我的妈妈的怀抱里面一样，那么的温暖。各位阿叔喇叭，你们都还住在东山，真的是很幸福。对社区我们有一些了解了。好，那接下来我们也做了一些铺子，我们会卖的东西呢，不只是东山，然后希望说整个关西镇的一些东西呢，都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哈、来做行销哈、那我们社区的行销不只是产业。其实我们有很丰富的生态文史啊、等等这个东西可以分享给所有的啊来宾啊。谁因我想打太阴人我想打想打听我没打到你就不应打阿公带你让他做太医吗声音而学秋水都太累长来江水先前好水阿 Q 带头学跳水沙流江了下公母海秋水呀、山外米水外米水长外江水咸咸河水阿公告你喝米水人家下苦的到看不叫你去去掉毛血掉皮慢慢掉下来阿爸掉汤头阿爸掉汤味掉毛巾就前汤修怕过咸咸喝水做下钱江西阿公讲一样样做过太多了咸咸喝水阿婆做下钱江西阿公讲一样赞 OK